哈记的吗？去哈记的。嗯，是还在飞啦，他还在飞，要等他飞完吧。是，哎，好，我是不是要下来了？要下来了，下来了没？下来了没啊？右下角没在转了，可是还在飞，为什么？哦。欸、小丫丫会被炸坏、欸，他刚刚拿年弹炸了我大概八发吧，然后就爆了。嗯，就打我了，爆炸了。哦，我下来了，好，下来了，那我可以加入了。哎、欸，陈川也被选上了、欸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去偷 NPC 的车。哦、可以去杀你了耶！他要去杀你了，好棒哦！我走了。我们等下就去杀你了。下一个战线，下一个战线。我要躲家里不出门。嗯，你要洗澡了。你要洗澡了。你公寓在哪一间？我们用那个火绳在敲你，敲你家门口。我们就在外面放一堆。敲你家窗户。嗯，敲你家窗户，一直敲。不要再吸了。人家拿小石头丢我们，拿火箭。起来。起来！哦，我都加入了哈剧，翘起来！你会越洗越臭，你会越洗越臭，越洗越臭。请问一下，他是用了哪一排？刚 DSD 用卫星打他都打不死，哇哇！卫星？对啊，他跑去开卫星，我这么气。他花了75万，只用地心卫星打他，好扯！哎、欸，团团，3000块，我来拿了，我先来拿了。我来了，我有3000块。我在家。你家第几了？拿不到。家哦，100了。屁啦！哈哈哈哈哈！一百了。这一边嘛，这一栋嘛，团团有没有感受到？嗯、没有哎、欸，再来。一层一层偷看看。一层一层拨开我的心。哎哎哎！我看到外面有烟火哎、欸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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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这一栋吧，有烟火，有吗？哦，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了。有、哦。我在喝红酒。出来！等一下，我要开直升机去找他。我要去团团家。我要用望远镜看，你会真的看到你。你真的可以耶、欸！有我吗？有我吗？有你，有你，有你，有你！你在哪一个啊？我跟你平行吗？你往你的左边转。我的左边转这里。好，是右边转一点，你太过去了。这里。好，再一点点，再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来射。这里哦。等一下哦，在右边一点。找探探。哦，对啊，就是这边啊，这个位置，这间啊，这间 啊。我炸的对啊。哎呀、啊，炸的对。哇，这玻璃真的很强哎！你是不是开外挂、啊？外挂有什么好玩的啦？检举啦！哎呦，这一栋屋子太强哦！开外挂强化屋，哎，那你网络错误，你怎么？气王我换你了，为什么？我来找你们了。他开外挂，好像踢人，好像开踢人外挂。啊，这是谁啊？这谁跑来撞家里？燕子有没有都会撞窗户？这间吗？哪一栋？这栋吗？团团在这一栋。你有没有看到墙壁上有很多坑？就那边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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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。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我摔下来了。团团，开门！有燕子摔啊！团团开门！狂敲狂敲。哎、欸，它的隔音也很好哎、欸。团团，你有看到我的直升机吗？有啊，我看到你啊。你有感受到外面有人狂按门铃吗？外面很轰轰烈烈，所以你看不到我，你们看不到我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哦，你在这一道啊？对啊，可是你刚好射到中间的柱子，没射到玻璃。我射的，你停住。我看的位置是刚好两个，那这边呢？你要再往你的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。哎，等一下警察来了。哎，有了。哎，你的女友不能跟你太近。请问团团，你有感觉到内忧外患吗？哎、欸，其实哎哎哎，撞你！热感应器可以看到团团的位置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团团，你动一下。等一下，你是哎、欸、不见了？是你走开！哇，你们怎么全断线了、啊？我看你们全断线。我看到你断线了、欸，哎，我看到我是看到团团离线了、哦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我刚刚就是突然看到你突然消失。哎、欸，外挂跑进来了啦！进多了啊！哦，没有那个。
所以我是被踢走了。被踢，他认定你是外挂，什么鬼？卖外挂跑进来了。哦，是不卖哦，所以你那边现在卖外挂了、哦？刚刚有一个在卖外挂，竟然还卖挂的。哦，卖挂卖挂，哇，谁爆炸了？我谁？外面的世界太可怕了，我要回家了。世间险恶哎，世间险恶。到现在都还在放外面的火色、啊，我被火射到了。哦，换我断了。波波断线了。嗯、哇，我又没卖挂。那可能是因为你没买挂，他把你踢了。哇耶！他说这个不会买挂，踢掉。踢掉，不会买挂。是谁的战局？我去加陨月啊。繁星跟我。嗯，那加入陨月的。警察上楼了。警察上楼了。对，可是因为他在刚刚在追我，进不去哎、欸。没关系啊，连繁星也连不进去。不过其实也差不多了。嗯，对啊。我靠！哎呦，他对面呢，射了呢。bang bang bang bang， 被绞到了，对他刚想要爬起来，然后就被绞到了。哎呦，我帮你守这一条线，我子弹是无限的。哦。警察在下面欸，可恶！他们要走上来了吧？嗯。哦，现在房间还房子还会有清洁工哦？怎么没有印象？对啊。警察走上来了。好神奇哦！叫他刚刚说我付了清洁工钱。哦，有啊。下来了，终于下来了啊！不然谁把你丢垃圾？什么？这个是你在干嘛？第一次听到雪球在砸我的直升机。啊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休息啦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GTA 一样是70%都在连线。真的？他什么时候要改好啊？他应该是不会改好的啦，他都是不久的游戏，都不会改。他在全改，他在全新做 GTA 6了。GTA 6。真的，你有连线问题，那买 GTA 六吧。六应该还是一样的，我觉得啦。因为要去做七了。休息啦，火息啦，我发现火的又好像不是很强呢。你说那个？休息啦，休息啦。小坦克啊。嗯。是谁在家里啊？我把夜总会稍微解一解。Yeah, yeah, 总会。小丫丫，冲啊，小丫丫！好，好，啊！烂电线杆，烂电线杆。哎、欸，撞个电线杆，我的暴君就要爆了。暴君那么脆的吗？啊！这次不用改了。哎呦，有我有改过。这姿态好像不适合雪中开车。这里下雪真的是不适合开车。不是这次是不是地图改了下雪，结果整个好卡，连线也很卡。刚才的。还在开，关台啦，没有下，我还在开，现在在开。哈基说想解夜总会的，我想夜总会先把它解解。哦，我们家录影吗？没有吧？没有吧？今天没有啊？没有啊。嗯，需要帮忙吗？夜总会？好啊，我这边担任同开。哦，转传毅力线，我来去帮你带一堆警察去你旁边。哪里口令？赞呢、欸，这么棒啊！对啊，棒啊！反正夜总会，
夜总会只要你一个人开车嘛，那旁边很无聊啊，让你有点挑战。挑战？哦，这是挑战真的。啊啊啊！白痴，那个是为什么现在一撞它就倒了？什么鬼？你撞人家脚趾头？我撞到电线杆。好。我来了。我改那个原子的。找收入，嗯，杰瑞，杰瑞在天空飞啊，嗯，在天空飞呀、啊，飞呀，哦，这个转弯好难转哦、啊，哦，忘记怎么会只要一个人嘛，一个人就可以送，是地堡才要两个人以上、啊，地堡对对对，哦，才会需要两个人以上的、啊，哦，你是要送货而已哦，对。所以你刚才我说，我刚才说你夜总会只需要一个人，我就派警察去帮忙就好了。对啊，你也可以加我们进那个你的小弟啊，这样我们也有送完有薪水呢。嗯啊，好，要个，现在可以要吗？你已经接了吗？你开送了吗？接了，开送了。那你就送吧，那就不行了。我们就去抢货这样子。好，那抢货也抢货了。那、no, 这库尔是谁？货、no, 在哪？我来了，是隔壁抢货。哎、欸，太滑了啦！那雪地开卡，这超滑的啦。超滑！你的是小货还是大卡？哦，大卡哎、欸！哇，都集了多少、啊、多少东西啊？你等下爬坡会不会爬不起来啊？送哪里啊？他没写送哪里。哦，你要先用手机，先是手机。那手机啊，右下角，应该右下角玩游戏吧？哦、玩游戏，对。然后我们就会趁机把他拉下车啊！把他拉下来，不要啦！你跑掉了啊！投放地点太滑了啦！安道，对不起，真不小心。有人在我的上面，上面在干什么？那个是谁蹲在我上面 ？DSD，DSD， DSD 你把它撞下来了。我没有，我意外，我本来想停上去的。刚刚有个人经过他那边大喊吸吸吸吸吸吸，我只有24分钟，我们在护送，我们在护送，护送，原来是护送任务，对，可是护送你在堵我的车啊，哇，真的是意外，很滑很滑，别这样，我只是想骑。你想停在上面是不是？对，算了，一定有办法。我在帮你从后面加速，从帮你后面加速。等一下会偏掉，会偏掉。好啊，好啊，加速！我按到哦，你怎么了？不是啦，我把我的包军炸了啦。为什么？你要上发射了？对啊，推。你把铁丝推下去了，哎呦，好滑，好滑，好滑，滑滑滑，哇，这个甩尾，这个甩尾，滑滑滑滑滑，差点滑下去，你先不要推了，不要推，别推 ，DSD 跌倒了，哦，算了算了，我绕一圈，好重哦，太滑了，这雪地超能送的啦，你囤太多货，它变大车就变这样子。太久没有玩，我想买那个会铲人的那个，这是什么车啊？把人家铲起来那个，哦，找到了，跳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，投放地点240万，你就放出来啊，按，看他叫你按哪一颗，因为有时候是按一，有时候是按 X， 是后拉古吗？哦。我要一间载具仓库啊！载具仓库 ，D Y， 为什么不能把你拉下来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不能拉你？可不能拉，是 Y 不是吗 ？Enter 哦 ，Enter， 哇，射得到，屌！哎呦，那按错一个，全部重来的。啊！我在扣血，不要啦！会死人啊！欸，上面是可以拆的意思吗？拆怎么啦？我是自己办的啦。
哎、欸，你的车爆掉，你要赔哦。里面的货，哎、欸，很滑。你可以站在上面，不会被撞下来，不会被甩下来。头上痒痒的啦，走啊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我在车上，我先把你甩下去，我来挑战，来个挑战，把你甩下去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有没有很棒？等一下，警星他会不会追我啦？我帮你叫警察来啊！我刚才说帮你叫警察来。我有两颗星的哦。What the fuck？ 你一下子要送到山上去是不是 ？Oh shit！ 哇，这个要爬山很难欸。嗯，这要爬山超难的欸。Oh shit！ 这要爬山欸。哦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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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等一下，我看他冲哪里去？他真的是山上去欸。DSD 别吹啦！哦、走了。哎、欸，如果你这上面的火箭，而且又很滑，你上面的火箭一开炮，我是不是就飞啦、啊？火箭怎么用火箭啊？我不知道，不要。我不是一、e、还是右键吗？右键。哦、oh! ，不是我射的，是你火箭射的，是你火箭射的。哦，滚轮，滚轮，滚轮的时候就按右键。要花钱改回来了。我只是站在上面。啊、会用了，又换回来了。要红包哦？有啊，我刚刚发红包啊，你们没抽到而已啊。我也发了很多个啊！对啊，我刚才发一个，然后300块的红包。哦，好像是熟人中，看起来 OK OK 不错。熟人？那他是几分熟？可能三分熟吧，还不错。OK。这里开太快，等下滑下山，滑下山就。啊，还要开这里啊！哎呀，真的要给啦！这，哎呦，这就是滑下去一定会山崩死，要重爬，要重爬。哎、欸，别，让我上去好不好？别让我上去，别让你上去，大哥，大哥，踩下去，这个车翻了。把你有那个原子宝啊，把它推回来啊！啊！怎么这样子啦？怎么这样子呢？啊，这里？哦，底下。哎呦！你 OK 吗？需要把你推回去吗？ OK、啊！好哦！有哦，回去了！有，可以了。飞就好。别压到我！我整个转了360度，真的。哦，这里很滑，很滑，很滑，很溜，不溜。这车好可怜。这是谁住那么边缘的啦？那叫什么货？Uber 啊 ，Uber 呀。坐这么边缘还叫 Uber？ 那你体会过你们之前住桃园的感受了吧？所以那边叫不到。对啊。哦，穿过去了。我放地眼看一下。过湖再过去，你认真？这十分钟好久啊，十分钟好了，不闹你了，你加油。欸，原子宝可不可以帮我撞一下？好 ，OK， 可以吗？再往后点。你可以动得了吗？可以动就好了。好。
等一下山路哎、欸，要修哦。下去就是平地了吧？这条山路下去就是平地了。那五十几万的货。啊！拍谁？撵到人！啊！路路路路路路路！你是要到对面山上吗？湖的左上角。左啊，那哦，左上角，湖的左上角。对，是有过山的那位置，在靠近海岸的位置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它上面左上角。我去看你台好了。你可以开个地图让我看一下吗？好。啊哈，这里好。他们显示你地图，他们显示。哦、oh, ，那个位置好像是伐木场。哦、oh.。伐木场就伐木场，叫什么 Uber 哦？哈哈，现在也是要吃饭的嘛，吃木头啦！哎呦呦呦呦呦！我怕这一边开到水里面去哦。哦，伐木场不好开，那是山上哎，那里要很慢很慢的开。好。哦，拍谁？这里好怕跳水！哎呦呦，哗哗哗哗哗哗的，哗哗的，现在真的是超滑哎、欸！哗哗，下雨下水真的超滑，真的。一直开超级超级能开的卡车这种。超难开，法家湾我还要挖谷，87万，开到几点哦？开到开心，开到爽为止。要开爽为止，开到天荒地老还不是哦？开到天荒地老，白头偕老，白头偕老，都不不。哦，啊，过山洞，嗯。过山洞过去就是伐木场的范围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这个山是啊，有问题啊，这个过不去啊，过不去吗？给到了吗？你的头顶那个东西给到？给到了啦！哦，有有，还是过去要要调个角度，那个灯会给到，我要多慢多慢给过去。你上面那个炮塔太大了。你要绕路，我从后面推你有吗？有用吗？推推推。好啦，那我今天就开到这边啦，因为我刚刚本来是想要那个再去改看看火箭炮，要闪耀警察。好啦，今天就辛苦各位大家收看，那今天 GTA 猜字也玩得蛮开心的啦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！啵啵啵啵啵啵，拜拜！我要去挂钓鱼了。三宝，你别这样，只有一条啊。哦，莱斯特兒。
take it this isn't purely a social call.